了，这是什么呀，晨晨？爸爸给你做了一个爬爬梯。你可以自己够到水龙头喽。乖乖，你在做什么？给小虫子做一个椅子，你看我上面画了草图。看这里是第二级的。哦。这里是下面的、它有两层小楼梯，可以爬上去。然后大概。那开干吧。再拆另外一边，不愧是家传木工。那就买两块板子就够了吗？就够了。很节约呀，那20多块钱一块。19块。曲线锯，人家专门锯曲线的，比如这个角。就这个方块，对，长方形的角。哇，第一个台阶都弄好了，而且今天早上他站在凳子上，还不慎失足了。站在那儿，然后左右晃，然后不溜就溜下来了，然后把手里两个杯子直接扣到头上，洗了个澡，然后杯子里的水洒了自己一头。他倒是没有摔着，只是洗了个澡。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稳当一点的。稳当的。哎，我们把轮子放到这儿，这样子如果要搬的话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哦，所以你安两个轮子吗？啊，两个轮子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很沉吗？爬凳完工喽，虫虫脚踩的地方还贴上了防滑垫。这个五金件的滚轮设计也不错，这样就方便搬运了。看，你看看爸爸给你做了个礼物。爸爸给你做了个礼物，你看看吧。surprise！ 他更想要爸爸抱。你看看，爸爸给你做的。看，踩在这儿，踩在这儿，来，吓哭！啊！来，我们先坐凳子。啊！哎，你看这个高度。哎，我操！你看，我们放着。你开心吗？哎。上一个小虫虫，虫虫你在哪呢？你自己爬到这个爬爬凳上了。哇，现在有了这个，我们的自由时间就更多了。吃过早饭，虫虫可以自己过来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虫虫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妈妈的化妆水瓶啊！哎呦，嗯。